女主怎么都没想到，邻座的混血儿校花每天都喜欢用俄语调戏自己，只因她以为男主听不懂俄语，于是经常用俄语对她说些露骨的话。然而校花却不知道的是，自己所说的每一句俄语，男主都能听懂。你妈是个，可爱一点，那你就可爱一点。 それさっきも言ったよな。こっちは全部わかってんだよ。笑死，女主艾莉是个日俄混血儿，每天上学总有舔狗喜欢约她吃饭，即便拒绝，对方总会想方设法要自己联系方式，这让她很是烦恼。不过对于艾莉来说，上学最大的乐趣就是调戏自己的同桌。哇，おはよう、あれ。おはよう、久世君。また深夜アニメ。 艾莉搞不懂为什么男生居然会为了看动漫，从而牺牲宝贵的睡眠时间。男主解释，其实动漫在凌晨1点就看完了，不过由于剧情实在是太过有趣，忍不住打电话给宅宅朋友聊了2个半小时，这举动艾莉不禁觉得男主怕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很快到上课时间，男主发现忘记带课本，想着借艾莉的书一起看，表面上艾莉非常嫌弃，实际却乐在其中。由于睡眠不足，没一会男主眼皮就在打架，眼看老师准备找人回答提问，艾莉想着捉弄一下男主，发出的声音顿时引起老师注意，于是便让男主进行回答。当然发呆的男主根本不知道收到哪。 幸好余光中看到艾莉的提示，本以为是答案，毫不犹豫就说了出来。然而老师却说不对，让一旁的艾莉帮他回答。笑死，男主怎么都没想到，艾莉竟告诉他错误答案。然而艾莉却表示自己只是告诉男主讲到哪而已，男主顿时就不服了。刚刚艾莉明显是指着答案告诉他。何等言语！你个笑死！何等言语！ 笑死，殊不知男主小时候住在祖父家，经常和附近的俄罗斯女孩一起玩，不懂俄语的他，因为太想和女孩一起聊天，从而认真学习起了俄语。虽然现在忘记女孩的名字，但实打实的听得懂俄语，怎么都没想到，同桌美少女校花竟然会用俄语调戏自己。要是告诉对方自己都能听得懂，怕是会因为羞耻心爆棚而晕倒。很快下课铃声响起，男主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只因还有10分钟，游戏的免费转蛋就要结束了。没想到一发入魂，竟抽到了 SSR。看的艾莉眉头紧皱，在校内使用手机是违反校规，更何况还是在她这个学生会干部面前。二话不说就没收男主手机。不过游戏内容让艾莉有些好奇，角色名叫月读，似乎属于神话中的月神，但为什么不是黑发而是银发？对此男主也不知道，表示可能是为了配合月亮的感觉吧。反正很可爱就是了。闻言，艾莉很是不满，紧接着把手机还给男主。 笑死，等到了中午，男主来到食堂吃饭，恰好遇到学生会美女干部，有着孤傲公主之称的艾莉和高岭之花的周防，以及拒绝无数人表白的九条。传闻说好像九条已经有了男朋友，这让光头很是羡慕。也不是男主故意打击好基友，即便对方没有男朋友，他也不会有任何机会。回头一看，发现周防正找空位，好巧不巧的是，两人目光的接触让周防露出坏笑的表情。马萨奇卡克。 还不等男主回答，好基友迫不及待地替男主答应下来。毕竟谁能拒绝和校花同桌用餐？然而在聊天中得知，周防和男主竟是青梅竹马，不仅幼稚园到现在都是读同一所学校，甚至两人都一起担任过学生会长和副会长，这让艾莉很是吃醋。等到用餐过后，艾莉就醋意满满地对男主说：“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女性朋友。”闻言，男主不以为然，艾莉不也是自己的女性朋友吗？殊不知这番话让艾莉暗自窃喜，担心脸色羞红的模样被男主看到，连忙谎称有事要去学生会一趟。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今天 刚好是男主和艾莉的值日，早早便来到教室打扫卫生。不过等他打扫完毕后，艾莉才姗姗到来，意外发现男主来的那么早，平时都是上课铃声响起前才到。看着男主都已经搞好卫生，就表示上午的黑板留给他来擦。走近的男主定睛一看，发现艾莉的白丝竟然脏了。校花对方也有心不在焉的一天。其实是艾莉走路太靠近马路，一不小心被卡车溅起的水花打湿。不过没多大关系，自己的柜子还有备用的袜子。但抬头一看，发现男主好像很紧张，顿时想要捉弄一下他。ねえ。 ちょっとロッカーから替えのソックスを取ってきてくれる？因为自己脱掉了袜子，不方便过去，希望男主帮他拿一下。ほら。じゃあ博士て。は？どうしたの？いや、どうしたのって。むしろお前がどうした？ソックスを取ってくれたお礼よ。あなたにとってはご褒美でしょ？笑死。 男主有点搞不懂，心想每次艾莉害羞的时候，总喜欢飙几句俄语来遮羞，难道是因为压力太大，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内心压力吗？殊不知在艾莉眼里，以为男主害羞的不敢动，于是嘲笑了他几句，也正因如此，瞬间激起男主的胜负欲。然而艾莉不过是强装镇定，没想到男主来真的，身体条件反射下，不小心一脚把男主踢飞，穿好袜子后面红耳赤的跑出教室，见状男主连忙追了出去，知道刚刚的举动可能吓到了他。
正式向他道歉。殊不知艾丽其实并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害羞而已，但肯定不会说出来。不过也对踢了男主道歉，男主表示问题不大，反而自己应该谢谢艾丽才对。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ものを見せ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笑死！害羞的艾丽再次跑走，男主也知道玩笑开过头了，再次追了上去。就这样足足追了十分钟，拿出买好的饮料向艾丽道歉，只因发现他平时都喜欢喝红豆汤。闻言，艾丽内心怦然跳动，看在男主那么细心的份上，那么勉为其难的收下好了。刚好跑了那么久，也有点口渴。自以为同桌听不懂俄语的他，每天都喜欢在对方面前说些露骨的情话。可校花不知道的是，自己所说的每一句俄语，男主其实都能听懂。当看到对方和青梅竹马有说有笑，醋意大发，就忍不住用俄语调戏男主。どういう気持ちで言ってるの？恥ずかしくないの？気づいてない。こんなにアピールしてるのに。笑死！殊不知让艾丽视若情敌的校花周防，背地里其实和男主是亲兄妹关系。只因妹妹对恋爱漫画喜欢的无法自拔，同时特别喜欢角色扮演，所以在学校中特意贯彻和男主是青梅竹马的设定。正常来说，青梅竹马属于从小玩到大且没血缘关系的人才对，但妹妹并不这样认为。兄妹同样是从小玩到大，所以也算是青梅竹马的一种。对于这种设定，男主很是无语。等到了第二天。Good morning, my brother. たった今、お前のせいでグッドじゃなくなったわ。おいおい、可愛い妹による寝起きボディープレスじゃねえか。一大早就被扑醒，男主也是服了。本想着假期好好睡懒觉，却被妹妹硬拉去约会。但看着一点点布料的衣服，竟要15000日元，这和抢没什么区别。妹妹不以为然，毕竟女装布料单价可是很贵的。话说回来，从刚刚开始，男主余光中一直看到银色的东西闪来闪去，本以为只是错觉，却不料竟是艾丽在暗中观察。殊不知两人来到这一层后，妹妹早就发现艾丽八卦的视线。正当男主思考如何狡辩时，あら、アリサさん。妹！あれ、アーリアちゃん、偶然だな。偶然ね。その、ちょっと前から気づいていたのだけど、声をかけるタイミングが見つからなくって。ちょっ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笑死！聊天中得知艾丽也是来买衣服，难得相遇，妹妹便邀请艾丽一起吃午饭。闻言，男主顿时就慌了，不会是想带艾丽去那家店吧？只因那是一间专门卖辣味的拉面店。男主担心艾丽的肚子会受不了，然而艾丽想象中的辣味，以为和咖喱味调料包差不多。当看到门口那凶神恶煞及地狱二字，艾丽才知道大错特错。店名が地獄の釜って、これラーメン屋さんなのよね？はい、そうですよ。名前に地獄って入ってるんだけど。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メニュー名にも入ってますから。男主本想劝艾丽放弃算了，但对方却毅然决然走了进去。看到菜单后，艾丽懵逼了，仿佛就像地狱介绍一样，完全看不懂。见状，妹妹解释，菜单上的血池地狱是一种以鲜红汤底为特色的拉面，也就一点点辣；而真山地狱是一种会辣到仿佛有无数根针在舌头上跳舞。至于最后的无间地狱，据说吃完会辣到毫无知觉的拉面。闻言，男主觉得就选血池地狱稳妥点，毕竟都是第一次尝试。艾丽和妹妹也赞同男主的提议。余光中，艾丽发现今天的周防打扮穿着有点偏男子气，让她有点惊讶。周防解释，刚好假日。就打算换换风格试试看。闻言，艾丽也没多想。然而，実は今朝、マサチカ君と一緒にベッドにいたんですが。一緒にベッド。笑死！也就在这时，刚好拉面来了，火辣辣的刺痛感扑面而来，艾丽顿时汗流浃背。周防表示趁面还没糊掉，赶紧吃。艾丽只好强压恐惧，不断的安慰自己。专家曾经说过，只要一直吃就感受不到辣味的刺激，但她怎么都没想到，仅吃一小口，辣味犹如狂风暴雨般的不断刺激味蕾，仿佛看见太奶向她招手。ありゃ、マジで無理しなくていいぞ。何が、美味しいって言ってるじゃない。いや、痛いって言ってるじゃん。男主正想劝艾丽放弃，却不料周防故意打断了他。看到艾丽喜欢吃辣，很高兴，表示如果加上这个鬼之类，可以加强辣度和风味。然而当男主看到妹妹的表情，就明白是故意在捉弄艾丽。男主劝艾丽不要加比较好，当然艾丽是不可能听劝的，只加一滴肯定不会辣到哪去。最后艾丽被辣晕了，都不知道怎么离开拉面店。清醒过来发现周防已经不在这里，说是有东西要买，自己逛街去了。男主余光中看到附近的雪糕车，于是买了个给艾丽，当作是替妹妹的道歉。男主记得艾丽好像要选学生会长，有点好奇为什么想要选。艾丽觉得既然有进步空间，为什么不去追逐呢？不过却没找到一起参选的副会长，口中谎称随便找个名义上的副会长就好，但其实内心想和男主一起参选。吃完后，由于周防还没那么快回来，想邀请男主陪他买衣服。闻言男主有点惊讶，让男生陪女生选衣服什么的，应该是相当亲密的男女才能做的事吧。不过仔细一想，
似乎艾丽是没有可以一起去买衣服的朋友，于是就温柔地答应下来。不过等回到商场，艾丽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男主突然变得那么温柔，感觉像是嘲讽自己无法选上学生会长一样。气鼓鼓地来到试衣间，想要卯足全力办一场时装秀，让男主害羞的小鹿乱撞。换衣服的过程你们不爱看，很快就换完衣服，想着给男主一个惊喜，如果对方敢露出毫无反应的表情，就狠狠赏他一巴掌。どうかしら？啊，綺麗。啊，よく似合ってるな。笑死，艾丽怎么也没想到，大直男男主居然会说出可爱两字，仿佛对赞美女孩极其熟练，不禁让他产生误会，脑海中闪过周防样子，不服气的他暗自较劲，想到对方今天穿着偏男孩子气打扮，于是自己立马也换了一套。とかっこいい感じになったな。あれは可愛い系というより美人系だから、そういうのも似合うと思うぞ。笑死，艾丽在男主的一声声赞美中，渐渐的迷失了自我，于是换上更加成熟大胆的服装，这次必定惊掉他双眼。これはどう？アリサさん大胆。笑死，艾丽尴尬的脚趾头都要抠出三室一厅。回去的路上，艾丽已经陷入了小脑萎缩状态。不过今天的逛街周访很开心，希望下次有机会在一起逛街，艾丽也是答应下来。当两人下车后，回过神来的艾丽好像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あれ？なんであの二人同じ駅で？这校花怎么都没想到，自从遇到男主后，自己的人生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因在小时候，无论对任何事都喜欢全力以赴，老师布置的作业内容都会亲自去调研了解情况。本以为小组的同伴都是一样，却不料大家都不为所动。只因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包店不就是卖面包，服装店也是如此，根本没必浪费时间去调研，以至于只有艾丽自己认认真真的分析每个行业的特点。可惜即便做得再好，个人努力终究比不过其他小组的合作。自那以后，艾丽渐渐封闭了内心，不再对他人抱有期待，反正不会有人会和他一样用同等的热情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既然如此，就决定所有事情全都自己来做。之后过去了两年半，艾丽通过升学考试转入了樱花高中，从此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看着自己的同桌男主很是无语，整天一副不够睡的样子，不仅上课时经常忘记带课本找人借，更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仿佛肾虚一样，随时都要晕倒的样子。渐渐的，艾丽对自己同桌愈发嫌弃。转眼间学员季准备到来，班级决定扮鬼屋，每个人都分工合作，艾丽小组负责衣服装扮。由于时间紧迫，即便等到了放学，艾丽也想努力的赶上进度。然而在其他人心里，不过是学员季，再怎么认真也没什么意义。此时此刻就像以前一样，似乎只有自己认真对待。内心决定孤身一人努力时，恰好男主的出现。只因男主知道艾丽肯定还在教室，让他今天先回去休息，剩余的工作他明天已经请了公益社一起来帮忙，同时也申请了合宿楼的使用许可书。如果能办个在学校过夜的活动，想必那些提不起干劲的人应该也会拿出干劲吧。总而言之，让艾丽先回去，毕竟一个人无论多努力也是无济于事。闻言艾丽内心极其委屈，她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既然要参加就要拿出优秀的成果给众人看，而不是半吊子赶出来的作品。明白大家也不太看重学员季，所以自己会连同大家的分一起努力。努力の方向性が間違ってるだろう。学園祭の出し物は一人で作るもんじゃない、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て作り上げるもんだろう。いい出し物にしたいってんならいかにみんなをやる気にさせるかを考えるべきなんじゃないか。等到了第二天，男主的合宿提议瞬间燃爆在场的男生，大家的分工合作都有序地完成鬼屋所需要的道具。眨眼睛来到学员季，艾丽扮演的女鬼加上浑身鲜红的道具，吓得学生抱头鼠窜，最后更是获得了班级优秀奖，这让艾丽有点不敢置信。等到了晚上，众多学生在操场上跳舞庆祝学员季的完美落幕，而艾丽发现坐在一旁的男主，于是也坐在他的身边。不过男主询问难道艾丽不会跳社交舞吗，对方去的话肯定很受欢迎。艾丽不屑一顾，她小时候可是学习过芭蕾舞，只是觉得很麻烦才以不会跳当作借口。闻言男主小心嘀咕，不愧是被人称为孤高的公主殿下，不料被艾丽听到有点闷闷不乐。她可不喜欢公主殿下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不知人间疾苦的童话公主。不可否认自己长得漂亮，但却从来没有依仗过这个优势，所以被人这样称呼就好像把她至今为止的努力都归功于容貌一样。不过也很感谢男主，回想起自己的做法的确是有点问题，如果坚持一个人完成的话肯定没办法这么开心的享受学员节。也就在这时，三个哥布林争先恐后想要邀请艾丽跳舞，即便被拒绝也不想放弃唯一邀请艾丽跳舞的机会。就在艾丽烦不胜烦的时候，悪い戦略だ。行こうぜ、アーリア。ちょっと、心臓がうるさい。そうそう、さっき言ってたよな。バレエをやってたからフォークダンスなんて見ればできるって。ええ。それじゃあ、お手並み拝見といこうか、お姫様。回忆到此结束，姐姐玛利亚怎么都没想到，原来自己的妹妹因为这个契机喜欢上男主。然而艾丽满脸否认，两人只是朋友。嗯嗯，友達から恋人へ、王道よね。私とサー君もそうだったもの。ねえ。
看着姐姐一脸娇羞样，艾丽都无语了。每次一说到阿珍，就会被塞满口狗粮。殊不知等到了第二天，妹妹让男主来学生会帮忙，遇到的艾丽的姐姐玛利亚。刚好男主今天的任务就是陪玛利亚外出采购。アーリャちゃんのお友達なら、私にとってもお友達だもの。はあ、じゃあ、マーシャさんで。ん？よろしく。ね？なんですか？クゼ君、下のお名前は？マサチカ、政治のせいに近いって書いてマサチカです。マサ。玛利亚看着男主的脸蛋，发现和小时候的初恋对象一模一样，于是决定用俄语试探一下男主的反应。ノストバイジュン。すいません、なん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行きましょうかって言っただけなの。转眼间来到商场，玛利亚发现一只玩偶长得很像艾莉，于是想着根据学生会成员形象挑选几只玩偶。虽然不知道会长会不会赞成，不过有只戴眼镜的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可惜在男主的再三劝说下，最后只买了一只猫猫玩偶，取名叫艾莉猫。紧接着来到红茶店，玛利亚准备买点红茶回去，拿不定主意的她打算询问下男主的意见。男主表示自己也不太懂，如果换成妹妹的话肯定知道。只因男主的父母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原本跟爸爸生活的他，看到妹妹体弱生病，就让妹妹留在富豪的爸爸家，自己选择了跟妈妈走。等回过神来时，发现玛利亚呆呆地看着自己，似乎感觉到男主的心情很难受。辛そうな顔してる。いいんだよ。なんだこの感じ。懐かしいような、安心するような。あっち、あっち。あら？マーシャさん、背中に当たって。あっ。男主和玛利亚采购完回到学生会，看着对方手上的玩偶，会长陷入了沉思，同时非常庆幸，要不是男主跟着去采购，学生会办公室怕是变成玛利亚的梦幻国度。于是想着再一次邀请男主加入学生会，只因在国中时期男主担任副会长时，创下了许多佳绩，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过男主还是拒绝，以前之所以当副会长并不是有什么宏大目标，说白了也是一己私欲罢了。却不料会长并不在意，殊不知他和男主一样，为了让喜欢的女生看上自己，才来当这个学生会会长。他以前可是两吨半的胖子，不仅是个死宅，成绩很烂，也不擅长运动，但为了成为配得上喜欢的人，竭尽所能的改变自己，同时当上学生会长。如今对方不仅是自己女朋友，而且还是副会长，所以加入学生会动机什么的根本不重要。玛利亚也觉得无论起因是恋情还是友情，只要有好好的履行学生会责任，留下成果就好了。希望男主能好好考虑一下，他们都非常欢迎男主的加入。闻言男主沉思了一会，看着艾丽的空座位，好奇地询问她去哪了。会长表示艾丽去了调解棒球社和足球社的纠纷，只因棒球社为了校际赛要经常用操场，恰好今年足球社也要参加区域预赛，双方为了操场使用都不想退让。虽然附近河岸可以代替练习场，但双方都不愿意过去，毕竟操场条件肯定比较好。身后的队友争吵不休，队长们都保持沉默。无论艾丽怎么劝大家冷静，可没有任何人愿听她说话。渐渐的艾丽发现似乎自己的语言根本没办法打动人心，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所有事情都是一个人完成，太过较真的她总是瞧不上别人，推开别人和拒绝亲近任何人。或许现在这就是她的报应，一直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说大道，导致如今没有人愿意听她这种人说话。どうも。殊不知离开学生会的男主一直在门口偷听，原本并不想插手艾莉的事，让她增长经验，但听到艾莉委屈的求救声，内心感觉到一阵悸痛，身体本能般的走了进去。男主到来艾莉有点惊讶，同时众人似乎也听过男主的名字。见状男主谎称是学生会总务，在会长口中也了解了事情起因，考虑到移动人数的问题，提议棒球社改去河岸训练。不过相对的，人数较多的足球社需要派人到棒球社支援，虽然一开始棒球社还是满脸不愿意，但听到足球社的美少女经理都可以去支援，棒球社只能说真相定律。于是双方就这么决定下来。看到男主来到没两分半，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让自己束手无策的事，艾莉内心感到一阵怦然心动。等离开后，艾莉好奇男主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方案，正常来说棒球社不可能会接受的，但在他看来，男主好像早就知道那位经理愿意去支援，而且进来的时候就一直盯着那位学姐。闻言男主不禁的笑了出来，表示其实那位经理学姐正和棒球社队长交往，当初他们两人的交往可引起不少骚动，争吵时对方故意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很在意女朋友，但同时也不能公私不分，女朋友这边也知道足球社是在无理取闹，所以提出这个方案后他一定会答应，更何况有漂亮女孩子支援，棒球社的人自然会很高兴，所以最终是两全其美的方法。这时看到会长在前面等着他们，男主瞬间明白这一切似乎都是会长故意引导自己过去，不过会长不承认就是了。同时男主也决定加入成为学生会的一员，而会长似乎早有预料，事不宜迟拉着男主填写入会申请。很快填完后，艾莉和男主在回去的路上忍不住询问男主，之所以决定加入学生会是为了和周防一起参加会长选举吗？不过自己不会轻易放弃，即便对手是你。闻言男主微微一笑说道，你总是这样的勇往直前，那么我来帮你选上学生会长吧，如果你想要我会竭尽全力的
的帮助你，再也不会让你孤单一人。从今以后，我会在你身边支持你。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な、アリア。やっちびょりぶりゅ。ありがとう。なんだ。痛い。他の女のこと考えてた？許してほしいなら、黙ってこの手を受け入れなさい。ナイスウィンター。バカ。笑死，气消了后，艾丽主动拉回男主。两人回去的路上，男主有点感慨，他还是第一次被女孩呼巴掌。殊不知到家后，艾丽看着男主那红彤彤的脸颊，于是打算给他小小的奖励。嗯？艾丽美其名曰的表示，这只不过是吻颊里罢了。脸色羞红的解释在俄罗斯可是很常见。然而回过神来的男主察觉，脸颊里不是互碰脸颊而已吗？怎么上嘴了？殊不知另一边的艾丽回想起自己对男主的表白，还有楼下那大胆的举动，脸色烫得九成熟，有点不想承认自己如此大胆，安慰自己肯定是被当时的气氛冲昏脑袋。原来就在那天回到家后不久，男主便坦白从宽，将自己要助艾丽成为学生会长的事告诉了周防。本以为妹妹听后会很生气，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结果周防在意的重点却是。いや、寝取られてはね。这可把男主慌张的不行。不过玩笑归玩笑，很快在恢复了正常后，周防却表示无所谓，因为发展成动漫情节那样的兄妹对决，在他看来似乎也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只因他知道哥哥最喜欢的还是自己。但就在男主感觉他还算懂事的时候，下一秒他却突然话锋一转。多少の浮気は気にしない都合のいい女だから、アーレさんに飽きたらいつでも乗り換えてくれていいよ。いや、浮気って言うなし。しねえよそんなこと。最終的には私のところに戻ってくるくせに。不过总而言之，眼见周防并没有生气，反而还笑嘻嘻的样子，男主也放心了。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周防却非常失落，感慨男主选择的人为什么不是他。但纵使如此，他也绝对不会认输。第二天一早，男主忽然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如果是平时的话，周防铁定会钻进他的被窝，然后对他进行叫醒服务。然而今天却反常的没有来，让他竟然睡到自然醒了。联想到周防虽然表面上没说，但其实心里却非常在乎后，就在男主打算今天对他做些补偿时，却不想忽然他却遭到了周防的偷袭。原来这是周防给他的惊喜。如果男主以为会以悲伤的桥段结束，那就错了。他可是会说到做到的女人，会一直等着男主回心转意。但很快让男主无语的是，周防虽然能钻进他的床下，但结果进的时候好好的，想出的时候却发现出不去了。听到周防想让他拉一把后，于是没有丝毫犹豫。与此同时，学校里艾丽则有些心烦意乱。原来经历昨晚假吻一事后，她几乎一整晚都没有睡，不知道今天该与男主如何相处。本来想了想，她打算和平常一样不就行了。但直到男主真的过来后，她却忽然发现只是平常那样的打招呼竟能让她莫名的小鹿乱撞，就感觉男主比平常帅了许多一样。不过表面上她却不露声色。接着更让她不可置信的是，今天整整一早上，男主竟然都没有打瞌睡，而是在专心的听老师讲课。要知道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而很快一个可能性也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难道男主是为了助他当上学生会长所做出的改头换面？于是这也不由让艾丽非常感动，导致他一早上都在偷偷观察男主。但就在体育课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看到男主不小心被排球打到了后，这也让他担心不已，于是没能忍住，很快他便独自找上了男主，并问他有没有事。但这一幕对男主来说却堪比火星撞地球，艾丽竟然还会担心他，这非常不对劲。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艾丽却是认真的，下一秒为了确认他的身体状况，竟然用手触摸他的额头。可他是被打又不是发烧，而且还是被打到了后脑勺。尽管有些匪夷所思，但男主却非常感动，他能清楚感受到艾丽的真心，同时也不禁让他浮想联翩。难道对方昨天用俄语对自己的表白，并不是一时意乱情迷，也不是在享受那种不知道会不会穿帮的刺激感，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就在他感觉找到了真相的时候，这时艾丽也发现了男主的表情有些奇怪，不过他却并没有多想，而是仍在担心男主的伤势，提议要不要先去喝点水。于是顺势而下，很快两人便找到了干净又卫生的水龙头。但让男主没想到，才刚喝上一口，他随意的一瞥，却让他看到了如此香艳的美景。不看不知道，世上竟有人只是喝个水都能如此动人。于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但男主又岂能实话实说？而在用天气很热忽悠过去后，不想这一幕却被玛利亚看到了，再表示把自己淋得那么湿，如果感冒了怎么办后，而下一秒也不等男主说话。頭下げて。然而这一幕却让艾丽吃醋，她毫不犹豫的便想将男主给拉走，并告诉姐姐也回去上课。虽然这让玛利亚有些懵逼，她不也才刚过来吗？但艾丽的心思她又岂会不清楚？而在告别了以后，此时男主却很忐忑，现在想起他刚才的言行似乎有些变态。但就在他以为自己会被骂一顿时，却没想到艾丽还是在担心他的头。不用冰敷真的没事吗？原来搞了半天，他以为男主是为了冰敷伤口才会在刚才去冲冷水的。说罢便又要去摸男主的头，可先不说这又怎么能确认。这时男主也终于忍不住，为何艾丽今天会对他这么温柔？而听到此，艾丽也不装了，表示男主既然为了助他当学生会
长而改头换面，所以他这么做并不算什么后，这却让男主一愣，解释他今天之所以没打瞌睡，只是因为难得睡到了自然醒后。这也让艾莉傻眼了，原来搞了半天男主不是为了他就算了，再想到昨天还睡得很饱，这也让他隐隐有些愤怒。要知道昨天因为贾伟没事，可是搞得他几乎一整晚都没睡，而男主却能毫不在意的睡得那么香。就在他想爆发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男主却知道自己铁定会被打。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他也主动伸出左脸，但与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是。おや、ド M 豚野郎を見る目かい？おふざけぐーたら男を見る目よ。但这在男主看来，这才是他平时熟悉的艾莉。很快也来到了放学后，说起来他现在也算是学生会的一员。而在主动邀请艾莉一起去后，到了学生会才发现有一张他没见过的陌生面孔，但得知这是学生会长的女朋友后，男主也没什么疑问了。而很快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到场，虽然在场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但学生会长却还是想让男主进行一下自我介绍。本来艾莉还依旧对男主有些记仇，但直到听到他自我介绍的最后一句后，来年にはこちらの九条有沙と共に会長選に立候補するつもり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艾莉表面是个高冷校花，背地里竟是个傲娇小甜妹。为了调戏男主，故意用进口汤勺喂男主吃圣代，更是谎称这亲密举动在俄罗斯很常见。マジで？あ、普通に嘘だわこれ。ほら、あ、うん。ついにその一言を。ふきよ！関節ディープキス！笑死。就在两分半前，男主加入学生会自我介绍完毕后，妹妹周访假借要去美术社讨论当借口，希望身为会计的艾莉也能一起去。当然艾莉也没想太多，但男主却有不对劲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路上艾莉表示想和周访聊聊，于是两人来到一间空教室。艾莉向周访摊牌，她已经决定和男主一起参加学生会长选举，虽然不是什么亏心事，只是想亲口和周访说清楚。本以为对方会很惊讶，不曾想周访对于男主的选择毫无怨言，只是没选择自己心里稍微有点遗憾。不过这并不是重点，其实艾莉想知道周访对男主的情感。愛していますよ。この世の誰よりも。誰よりも？ええ。お母様よりも、お父様よりも、私は正近くんのことを愛しています。アリサさんはどうですか？殊不知周防也很好奇艾莉对男主是怎么想的，虽然艾莉扭扭捏捏的说只是好朋友，然而这举动周防一眼就看出艾莉其实是喜欢着男主，于是想着逼问艾莉，自己都已经表明深爱着男主，希望艾莉也能老实说出来。好きとかは、わからないけど。クセ君のことは、渡さないから。そうですか。得知答案的周防很是兴奋，表示是时候去美术社了。而回过神来的艾莉才发现似乎说了很不得了的话。与此同时，学生会教室内，男主和玛利亚一起整理资料时，惊讶发现虽然玛利亚有时候不着调，但工作能力却意外的好。但对于跟科学姐来说，简单的资料寻找都能弄得乱糟糟的，不过在社团协调的时候却是最佳的人选。眼看工作的差不多，玛利亚打算泡点红茶喝，男主好奇询问，正常来说在俄罗斯红茶应该属于冬天的饮料。闻言玛利亚有点意外，没想到男主对俄罗斯那么了解。对此男主谎称只是陪祖父看过几部俄罗斯电影，实际是因为想和小时候的女孩说话，从而多了解一点俄罗斯事情。正常果酱是直接加到红茶里面，但玛丽喜欢一口果酱一口红茶，于是男主好奇尝试看看，不料感觉甜得令人发颤。也就在这时，周防和艾莉回到学生会，男主意外发现艾莉似乎有一点点不对劲，那么大的空间就喜欢贴着自己。对此艾莉表示在俄罗斯年轻女性坐边角位会变倒霉，根本不是找借口和男主贴贴。然而当男主顺着艾莉视线看向周防，发现艾莉似乎在宣示主权，自己好像被卷入修罗场当中，连忙转移注意力询问玛丽亚，艾莉说的话在俄罗斯真有这种迷信吗？玛丽亚表示虽然有这说法，不过是会比较晚婚才对。アリアちゃん、もしかして結婚したい相手が見つかったのかしら？そんなわけないでしょ。ただの気分よ。そうもし一緒おらな。そうだね。まだ15歳だもんね。なんか言い方気になるけど。ってお前姉がおってもやるんかい！笑死。等到了放学，回想起艾莉的举动，想必妹妹周防肯定对她说了点什么。刚好路过家庭餐厅，于是邀请艾莉进去坐坐，顺便谈下今后选学生会长的事情。闻听此言，艾莉内心顿时有点失望。にスフィダーニエと？あなたはそういうつもりだったんですか？アリアさん！然而一进餐厅，艾莉化悲愤为食量，直接点了两大杯圣代，美其名曰不吃点甜的脑袋没办法运转。不过好奇询问男主是不是和周防在交往，却不料男主毫不犹豫回复不可能。刚好趁这个机会对艾莉说清楚，周防其实表面看起来淑女，内心实际极其的腹黑，他说的话大概是在捉弄你，越是慌张他就越开心。不过对于学生会竞选，再这样下去怕是赢不了周防，只因按照惯例来说，学生会应该会有三组候选人，但以前国中时期他和周防参选时共有六组，当学生议会时就有一半人退出，各个候选人都觉得自己赢不了周防。然而看着男主的喃喃自语，艾莉心思完全不在此处。男主一脸若无其事的分析，仿佛很习惯和女孩子来家庭餐厅，越是这样想越咬牙切齿，似乎把吸管当成男主一样，恨不得把他咬死。アリア、聞いてるか？聞いてるわ。
ちょっとパフェに気を取られただけ。はあ、まあ、確かに美味しそうだけど。听到男主说好吃的样子，于是想着捉弄一下对方，用自己的进口汤勺为男主尝尝看。美其名曰再叫服务员拿新汤勺过来太麻烦了，而这点亲密举动在俄罗斯很正常。マジで？あ、普通に嘘だわこれ。ほら、あー、うん。ついにその一言を。あ、あー。ふきゃー！関節ディープキス！甘いな。笑死。然而回过神来的男主看着汤勺，两人顿时感觉有点尴尬，于是想着点点吃的打破气氛，同时拿了新的汤勺。这让艾莉不禁觉得，明明自己都觉得没关系，没想到男主竟意外的纯情。不过对于面不改色的间接接吻，男主好奇俄罗斯人都经常这样的吗？ありがとう。然而男主也没想到，以家庭餐厅来说，这个辣豆腐的辣度做的还蛮好吃的，随意的问一下艾莉要不要尝试，反应过来才想起，这对于艾莉来说太辣了。艾莉心里嘀咕，如果拒绝的话，就会被男主发现自己不喜欢吃辣，于是表示浅尝一口就好，却不料男主随意一勺，就勺到一整根辣椒，艾莉都要吓坏了。許せ、ありゃ。はい、じゃあ一番美味しいところ。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ゃ。笑死。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艾莉小嘴嘴都被辣肿了。等到了第二天，周防找到了和他一起竞选会长的成员，然而当看到来人，男主一脸不敢置信。皆様はじめまして。私、一年 C 組の君島彩乃と申します。この度、生徒会庶務として皆様と共に働か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彩乃。就在从学生会的办公室离开后，有希便派出林乃前去试探男主，试图改变他要帮女主当上学生会长的决定。可没想到男主的态度居然如此坚决，即便是让林乃搬出父亲也毫无作用。有希觉得是分开久了，感情淡了。可没想到林乃居然告诉他，男主表示有希依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闻言，有希当时就兴奋了，连忙到窗外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防止因为过度激动而缺氧。あっぶねえ、思わず校舎のど真ん中でお兄ちゃんへの愛を叫ぶところだったぜ。私の可愛いお兄ちゃん様め。冷静下来后，两人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由于女主是转校生，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不看好女主，觉得有希肯定能当上学生会长。有希对此感到十分好奇，不知道当年被誉为神童的老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扭转这样的局面。此时此刻，有希只感觉自己成为了漫画中的最终 BOSS。告别林乃后，男主回到了教室，邻桌的几位好兄弟正在鉴赏最近热门的泳衣写真，询问男主觉得上面哪一个最漂亮。男主没有多想，直接指向了其中一位天然呆。见状，好兄弟当即表示和玛莎好像，该不会玛莎就是男主喜欢的类型吧？闻言，男主连连否决，但脸上的红晕却瞬间出卖了他。而也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杀气突然袭来。DeepRosta Scott。生徒会の一員になったあなたが。闻言，男主人都麻了，还以为女主洞悉了自己的想法，但没想到她关心的却是自己手上的泳衣写真。见状，男主顿时放下了心。虽然说带这种书进学校是违规的，但看在之前的情分上，女主还是打算放男主一马。不料他们接下来的行为居然这么过分。確かに目が笑わない人って親しみにくい感じはするね。やっぱり普段の態度って大事だよな。思わない。絶対にありえない。见状，男主连忙提醒两个好兄弟，让他们快点说些艾莉的好话。直到这时，好兄弟才发现，他们刚才的言论全都戳中了女主的痛点，连忙站起来表示，如果有女主那样的颜值，那么之前说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本以为这样一来，女主就会高兴，可没想到却起了反效果。女主觉得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花瓶，于是为了惩罚，直接没收了他们视若珍宝的泳装写真。放学后，学生会的众人为了迎接林乃这个新成员，齐聚在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下午茶活动。此时几人正在共推牌九，有戏宛若战神一般大杀四方。女主手中的糖果没过多久就输了个精光，不给女主哀悼的时间，发牌员还在继续发牌。看到这一幕，会长感到十分欣喜。他原本以为女主的性格应该比姐姐玛莎还要平稳，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容易露出犄角。相比之下，玛莎简直让人难以捉摸。对此，会长的女友也表示了同感。她也一直看不透玛莎在想些什么。虽然说平时看起来很好，但总是会不时让人觉得像是天然呆。这时，林乃突然犯了职业病，给众人倒起了茶。由于知道他是有希的侍从，所以众人也对此见怪不怪。不过他们却十分好奇，林乃为什么会选择去做侍从呢？难道说这是他家的祖业吗？林乃表示，他的祖父母确实也担任过周防家的侍从，不过却不是传承制。他的父母现在是社畜，成为周防家的侍从是因为他非常崇拜祖父母的事迹，所以才会主动请求。それに、まさち、まさしく、主にふさわしい方でしたから。看到他差点说漏嘴，男主连忙开启对内语音，本想责怪两句，可看到他坚定的像是要入党的眼神，男主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时会长突然打断了他们，询问林乃一举一动都不发出声音，也是侍从的必备技能吗？只因从刚才到现在，林乃无论做什么都是悄咪咪的。林乃表示没有错，身为佣人必须要化为空气，所以他从小就经历了极其严格的训练。あ
唯一被玛莎的说话声打断，他的红茶喝完了，想让林奶给他再加一杯，说罢便坐到了男主的旁边，正想趁林奶倒茶的功夫跟男主抱怨一下妹妹输牌后的啰嗦，不料林奶却表示茶没了，见状玛莎当即主动请缨。ちょっと買ってこようかしら。それでは私が。いいのいいの、彩乃ちゃんは今日のヒロインなんだから。俺とお前が一応この歓迎会の主役だから、女のお前はヒロインってことじゃないか。じゃあヒーローさん、エスコートよろしくね。なんてや。好家伙，虚晃一枪。玛莎十分感谢男主能帮助妹妹，只因妹妹从小就没人能依靠，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帮助她了。此话一出，男主顿时想起了刚才众人对玛莎的看法，连忙询问她是不是故意在女主面前装成天然呆的样子。闻言玛莎顿时呆住，紧接着便毫不掩饰地表示，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和艾莉争，因为艾莉这么要强，如果连自己都成为她的对手，那么她就是孤身一人了。不过温吞的性格却不是演的，如果总是绷着神经的话，应该会活得很累吧。她只是在艾莉的面前装作无忧无虑吧。想到此处，玛莎不禁有些感慨，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真是复杂，虽然说是最亲近的人，但双方之间难免会互相猜忌。闻言男主也略有同感，想到妹妹在家里那一天的样子，难道也是在包容自甘堕落的自己吗？只是瞬间男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紧接着便对玛莎发出夸夸。玛莎さんはいいお姉さんなんですね。そうなの。私はこう見えて実はいいお姉ちゃんなのよ。好家伙，高手过招，招招致命。无奈之下，男主也只好强行掩饰，表示他摆烂的理由其实没有玛莎那么高尚，他不过是想让自己轻松点才会装得那么不正经，因为那样就不会有人来找他帮忙了。男主本想就这么糊弄过去，但这拙劣的谎言怎么可能骗得过玛莎这种顶级玩家呢？頑張ってる頑張ってる。よしよし。俺は別に。なんでだ。なんかマーシャさんが相手だと妙にガードが緩くなるな。